两组都让我佩服很满意，这个选择是蛮难的。小弟的选择是 round two, round two, round two. This is round two, everybody. 因为我们是 round two， 这场比赛我们要打下半场。来自南京最顶的说唱厂牌 Freel， 哎，我们是 Round Two。陈立队长那边先唱了一次，当时我感觉我跟他心灵上已经有碰撞了，当时觉得可以。然后到了我们这一组宣布结果的时候，如果有四个人选，没有我们。抱歉，抱歉，那你们可以去别的队长那里试试。因为我们是 Round Two， 这场比赛我们要打下半场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吧。Round two 是很喜欢你们，来吧。到那边之后，王嘉尔队长又让我觉得我们有碰撞，甚至我们还没有唱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有碰撞了。他上来就问 Round two， 哎 ，Round two 在哪儿？然后我们就站出来了。方先做我队长，不用介绍，我知道他们是 Round two。然后我们就正常的唱。然后他听着也很喜欢。好在赶上的笑话差点来迟，又不是晚上，你哪来什么潜台词？到最后还是我，再到你还是躲，分不清这段关系到底是因还是果。我们这组结束之后，他不给结果，他后来去把萧敬腾队长叫过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支援一下嘉尔哥。可以麻烦 round two 再来一次吗？有点热，有点热，有点热，那就先说到这儿。还是没有结果，然后说稍等一下，说很快就会出结果。好，麻烦大家再等多一会儿会儿，不好意思。待定真的是熬人了，事情。是生是死，你给条路。然后还有一个冥冥之音在天上说，现在乐队拯救区已开启。请三位原创捕手前往乐队区进行考核，然后就没了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因为我是 round two， 这场比赛我们要打下半场。接下来，队长们将拥有换位替换的权利。听到新的规则，我第一个印象进脑子的就是 round two。round two 来吧。我觉得王嘉尔队长真的给我们给足了机会，加了个弄个加时赛，对啊 ，round two 嘛 ，round four。因为我们是 round two， 我们不怕第一轮，不怕 round one 没有。一场比赛我们要打下半场，只是没想到这次来了个加时赛，然后我们也成功的投出了绝杀球，两组。都让我佩服很满意，这个选择是蛮难的。小弟的选择是 round two， round two， round two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This is round two， everybody。首先，我觉得他们很能打，创作的能力、原创的能力很全面、很全能。结果让我真的非常佩服跟满意，所以。最后的选择选择了 round two。我爱王嘉尔队长一辈子，那我也很爱他，就是他，你太假了。Like a diamond， 巴比罗，巴比罗。